咱台湾人的历史台，现在要为你播出《细说台湾》。跟红色的关路印记是当中有一种改变命运的方法，相传每一个人出世了后，阴间都有一个元神宫的主宰，而元神宫是安排一个人一生当中的合法运势，因此有人借着关路印的方式来进入自己的元神宫，调整元神宫内底决定运势的造化跟美容，为自己添茶添米改变命运。今仔日细说台湾就要来讲一段贪心的乞丐在元神宫改变命运的故事。俗语讲，愈干愈巧愈善车，干巧难去天不穷。生辰八字相共命，兄弟结拜做乞丐，一个故意又断情，一个干巧恶心肝。怨叹歹命无人请，走落地府来换命。气焰某善换好业，哪知善某变小姐。这个兄弟点手段，天公敢会放伊煞？下首看今仔日的细说台湾，贪恋心宫。阿 Q 跟天勇两人是一对乞丐伴，自细汉就因为父母相望而流落街头。上加巧合的就是，这两个人唔啊同名同姓，拢叫做张天勇，而且阁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因此，自从十年前无一种熟识了后，就变成斗阵做乞丐好兄弟啊。我看今仔生意足歹个呢，大家拢阿姊哦，带两个囡仔，咱两个分无呢，安尼落呀。共姑啦，爸都老婆子。哦，啊！我这边老爷告诉你，阿乔云听我告诉你，告诉你，我是可怜的歹命仔，自己父母丢下我，丢下我，阿林天就是不如煞，不如煞，听说分财产，无人照顾歹命仔。我讲做流浪走天涯，做一个善心来安排啊！身长只救命阮，啊！三者我无向不及，我叫恁生命吃饱哩，吃饱哩，家孙事业拢是你，啊！年年拢会大赚钱哦，大赚钱！啊！我真可怜啊！多谢多谢多谢！海城哦，你真是我的啦，这是我十年经验本来的啦。你这狗囡仔要跟我拼，爱做自在。你做什么事？伫个涂骹爬，哪会今麦会惊咯？欸你搞错了，你搞错我真来哦！阿妹啊，歹势呢，那无好，我这阵是好你吼。喂！哎，来来来，啊你快去哦！咱五个咧分着这一块钱，你接大风送给别人啊！来，我咪摕着。囡仔俩，你咪再计较这些啦！什么囡仔？迄是咱同行的，就是敌人，闪！听着，咪啦。来，嘿，搞恁那精皮哦！卡丢片，我要提我的钱。内底无钱。嗯，你骗笑诶！我看拄只内底几个当先啊，其中有一个哦，就是我诶啊，闪！哦，阿妹啊，你真厉害哦，做只当先变无去哦。你这个人虽然做好心诶，啊，不过你是到谁去虾米啊？是去人哪
穿破衫，穿凊彩过日子。那是你呢？哦，你讲看面相哟，啊，我安怎哟？你可是先天后过命格，即马虽然是记者，将来有可能是大富大贵命运。哎呦，我就知影，准。可惜啊，可惜、啊！那是你，莫自作聪明，假贪心，想要害人。你真是一个富贵的人，不过受可惜啊，就因为你的歹心，唉，你原本是一个好命，却变成一个贫贱的乞食命了。喂，讲几波就是要甲我考试，你是死囡仔哦，真欠怕你。好啦，唔系啦，你阿娘，莫再计较遮济啦吼。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囡仔哦就是爱搞爱怕，唔系啦，我放开啦，哎，你是囡仔老早生一生的走无义啊！哎，朋友，今仔天哦，你要凊彩讲讲，你就莫想真济啊。嗯，朋友啊，你头面拢已经出来了呢，你要先试食看麦。好了，赞！哦，想要讲哦，我加加看下山山无话话，看起来袂歹食。哦，哎，阿舅啊，我想到哦，你是讲骗上那个乞食囡仔哦，我愈想愈气，讲我会衰死人，吼、哦。平勇啊，你莫再生气啊，豆豆阿姐，莫去见着呢。哦，伊嘛有讲我是狗屎乞食命，你比我好济啊、哦。咱两个是同年同姓，又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嘞，阿舅是哪会差多啦？我甲你讲啊。那是我打的机会哦，我昨天给他崩案了，没有走去啊。有种还不接受的话，我买这个，我先买这条线，我不爱工作天价。陈勇，虽然讲吼苗文是骗富丁，也唔过我相信，只要咱较好心的，一定有福报的，一定能让咱达成吼咱心内的愿望。你就免这么着急，想要出头天。你还够相信哦？好心有好报这句话哦，卖戆啊！我来讲，人哦，若是无够头壳，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哦，就算讲哦，你等一死哦，天公伯哦，嘛袂让你变好野人啦。我若有一天哦，我升温哦，好野，到时阵哦，你就莫来哀求啊，哼。你煮啊拢无食啊？啊，紧起食，紧起食。人家就胖个呢。哇，食饱了。哦，足久无食了西餐。哎，阿勇，小姐。虽然天亮的志气是比天也较悬，也毋过为着过三顿，第二天我也是跟阿舅去街路共分啊。一天有一个好心的人，给天亮两个包啊。但是天性够怪，天亮食阿舅食够够，就算我食袂落，嘛不爱分你的。拜托姐，拜托姐，好穿啊！拜拜哦。啊，天亮，安怎不给人家哈？我都是需要的，拜托姐啦，我骨头干无食物件，拜托啦，拜托姐啦，我骨头干无食物件，拜托姐，拜托，你给他破坏去！你真正世间都无放下你才有啊！好。刚讲迄个狗囡仔讲的是真实，这个阿 Q 啊，真正是狗屎去这命来投胎。我开做伙唔对，去有拖累。林姐，我看，爱玲再改跟开一条。天亮开始，你想讲无甲阿 Q 做伙啊？伊认为讲一定是阿 Q 啊，这个煞星给他带水掉的。不过这个想法，一日都因为目睭前一块特级玉佩有所改变啊，让天亮开心平转起来。
这是，哦，姚佩，哎，你进来，你怎么了，姚佩啊？我无啦，你误会啊。你要当干部，是啥？这，你是查甫人，好家好手，你要做咩偷窃人物件？来来看，来看手啦，来看手啦！我来看大夫啦，哦，来。阿舅啊，将手来，因老母爱你，就赶紧要去找先生啊。阿姐看到阿舅啊，安尼是大了官，小了官，为家己老母的代志遐尔啊认真周详的款，秀兰都开始怀疑讲，他去是不是错怪人啊？真无简单，看完先生了后，阿舅啊知讲秀兰因两母仔因为找亲戚找无，无得通我去啊，所以就真好心，带两个人返去家己住的所在休困。我来就好啦。秀莲，这药就是我呢。等下较冷的时阵吼，我再摕予你啦。哦。那无好，你先入去内底照顾你阿母，我稍等吼，过甲药啊放入去啊。多谢。朋友啊，你总算回来了啦！你吼，害我帮误会哦。你讲啥？阿巧。啊！哎！好，就是你偷着我玉佩。哎，冤枉啊！你嘛话未讲啊，迄玉佩是我捡着，不是我偷摕的呢。你两个是谁？刚刚你们是共党的。嗯，朋友，已经解释清楚啦。那无吼，伊会认为是咱两个偷摕的呢。哎，真正冤枉诶！你阵啊，你玉佩落去，我捡起来时阵还未看伤者，哦，你外头我抓啥？你根本无时间给我解释嘛，我当然嘛先走。干嘛呢？我甲你讲，我这人哦，上古锥、上老实、上古义，我自细也毋捌偷摕过别人物件。你相信你们？嗯，对，陈勇吼，伊袂做这种代志，伊是好人哦。嗯。哼，恁两个是共党诶，我敢有可能相信恁俩讲诶话啊？安尼，志哥，你证明一下哈，啊，这卖玉佩伫倒位？伫我家。我刚在偷的。无啊。哼。阿母。伊就要走出失散的老爸，秀兰甲老母安尼千里迢迢来到府城，但是老母一路享受着白疼折磨，可能嘛无多当啊一家团圆去当尊啊，为着要解救老母的命。无尽头找新生秀兰，都决定要将甲老爸烧一个迄块玉佩摕去断啊！这个是你家的功劳，为爷让小人受苦，你二哥哥嘛袂使卖掉。秀兰一定是想要甲迄块玉仔卖掉来赚钱，我趁钱的机会来啊！天亮去甲邓店的头家两人串通，先将一半的钱甲扣掉的。等秀兰一个离开了后，天亮再过摕家己迄半钱转来。秀兰也无你计较遐个钱济少啊，干想讲要较早去请先生来看老母尔，所以玉佩转好了后，伊就赶紧离开啊。一个无天良的天亮，突然是将秀兰的救命钱甲吃落去啊。为了惊讲被发现，伊阁超工去隔壁庄开遐个钱，吃干巴张张，第二天才倒转来。秀兰嘛，秀凤姐，今麦是咧创啥？啊，你唔知影哦，这就是关录音啦。若是你会使落去，入去你家己外成功，就会使改变你家己的命运。莫迪卡阁会使看到你家己的流年簿，阁会用看到你未来的命运啦。真实哦？嘿啊，伊在看个人个情况，迄不是每一个人拢关得落去哦。那是我有机会，
我一定要去我的文心宫改变我的命。你看到吗？无呢。我嘛同款呢。要安怎啦？这是我阮爹一个希望呢。阿舅，小兰，你俩关得紧哦。你关得啥哦？对哟，你俩拄啊好啦。我甲伊吼，拢无法度入去阿母的元神宫呢。若无你试看卖啦，看敢敢入去无，救阿母一命。原来秀兰在老母病情危急的时阵，都听到人讲关录音，所以要求阿 Q 改做年试看卖，看会当入去老母的元神宫调整身体无？像咱讲两人试真久拢关无，还想要到天亮才坐落来一领久尔，都落去到阴间啊呢？哟，这是什么所在？那很半个人影都无，这嘛是要安怎？神童，奇怪，今仔看起来面色面色。神童，我是坐在树仔安尼，你当然看起来，赶快啊，赶快！宽人，你来这要创啥？哦，是安尼啦，我是要来我的元神宫。你要去你的元神宫？你确定是要去你的元神宫？当然确定咯，我是要改变我的命运啦。神童，啊，你敢唔敢拖我去？好啦，我带你去。阿姆哥，我卡身啦，不要搞我爱。秀兰仰求天亮代替改变老母元神宫的运势，但是自私的天亮一个拄着领路的仙童娘娘，心肝内所想的拢嘛是家己的好好运势，才无咧管待别人的老母咧。伫仙童的带路之下，天亮果然伫真侪红纸条当中找到家己元神宫的所在。叫仙童啊，天个甜滴滴，大槽火嘛是嗡嗡嗡，天亮真是欢喜个心花开啊！干嘛讲家己真正变做好野人个款啊呢？这就是我的面庞呢，这是我元神宫的面庞呢。哦，看这面庞这样高尚，你今朝真正了，我就知影啦，怪伊是好命仔嘛！哈哈，多谢真大呢。这个神童做代志，哪会像你无负责？代志做一半走，莫管遐多，先来看我未来无。我来改变我的命，我来改变你的命，你尽管，一定会命，我来改变。
秀兰。哼，我今嘛就把你的名画掉，我看你是安怎嫁给我。我有信心讲，我会做一世人，我会带你这无钱的善家查某。天亮时代无想要娶无钱的秀兰，所以逼他夹起来，都将老秀兰这三只个鞋带掉啊！这讲起嘛真奇怪，这边两个婆啊竟然叫伊秀兰，顶头二转三星变化。天亮落去到阴间，调整了家己的元神功，嘛替家己的流年做了改变啊！敢讲自家去，天亮都免搁再做去吃呢。就是丁友恩的，真是啊！你敢是真有机会？照你讲，你无可能进入别人原生宫啊！恁若是唔相信，恁家己看。凡事你有特殊的做法，假使若是安尼，无得卡就通替恁阿娘添血收啊！秀兰，真好个呢，你阿母有救啊！我想要到天不从人愿。秀兰因老母并未因为改元神功来添血寿，反而是行得更加紧。到这来，秀兰也无别个办法了。为着要安葬老母，竟然煞想讲要卖身葬庙。秀兰，你若是真正安尼做，你阿母袂安心呢。阿老母，我是袂安怎？刚刚爱我凊彩去挖一个坑，就讲我要带伊去是无？为了要秀兰因老母入葬，阿 Q 一世界走葬，也尾也总算找到一户善心人家，愿意出钱到三间。秀兰总算会当顺利了理老母的后事啊！也因为这件代志，秀兰跟阿 Q 的感情愈来愈好啊！秀兰，阿 Q， 你回来啊？我今仔日吼，有人提只包仔给我，你有要食看卖无？我今仔未枵啦，看完了快吃。对啦，我甲陈勇吼已经找到花花的工课啊嘞。我想吼，过过一阵啊，我就免再去吃，唔免咁搬安嘞。哎，真好呀！对啊，我今仔日哦，替你家怎啊打包好啊？来，你试看卖啊。啊啊！哦，我腰闪着啊！啊啊啊啊啊！我刚才吃嘛，吃无啥钱。真生啊！哎呦，干头来啊！少年人是走班单嘞，啊！哎、欸，我叫你来咧搬货，不是叫你来歇困嘞啊！啊，你创啥你啊？阿 Q， 还是你较骨力、较老实。啊对，咱隔壁村吼有一个新村库，需要几个工人，不知你愿意要去无？当时吼，我加一倍给你啦。我知道，当然好啊，我愿意。安尼吼，不过去还差五天的时间。唔知道你有啥物代志要甲主人交代者？朋友，若无吼，麻烦你替我甲主人讲一声，我差不多吼，无工后就会转来啊。我知我知哈。那你哦，等你食家己啦，倒来乞食啦。哎呀喏，加加是卖孽嘛。哎，阿舅，你去啊哦，工时遐多吼，咱转来，再搁一人一罐，哈哈，进去进去。哦哦，太困难嘞。啊啊。阿舅，阿舅。
阿 Q 来啦！啊，哦，秀兰，你来了拄好，我要甲你讲一件不幸的消息啦。天亮一直想要什么对策，通好将秀兰赶走。为了灵机一动，专去想到一个办法啦。伊跳过一片秀兰讲，阿 Q 啊，今仔日突然间去拄着失散真侪年阿姑了，所以就叫阿姑家带转去厝呀。按算讲要跟表兄妹啊成亲，从此后袂阁转来啊。秀兰是不爱相信啊，专一直等等五天，妹啊嘛开始怀疑讲天亮所讲的是真实的。哎呦，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伊袂阁倒转来啊啦。真无简单，才有一个好牙齿，硬要收留伊啊。头壳歹去的人哦，才会留点才做亲家啦。我唔相信啦，我唔相信阿乔无阿哥你就对账啦。小凤姐啊，你是个什么人啊？人只是较好心收留你，谁知影你这大面神安尼共带来？我是有去食的，早顿都顾袂饱，怪死你。走就走啦，反正阿乔无在家，我无咧稀罕呐。秀兰走两天了后，阿乔啊，向阮公公转来到厝，真欢喜，买一个头针啊，要送给秀兰。谁知讲，天亮的时候，甲讲秀兰等于故乡投靠亲情啦，永远袂阁倒转来啦。一日听到这消息，阿乔啊是惊啊一个，唔敢相信讲秀兰竟然无甲讲一声呢，安尼就转去啊。怎安尼？阿乔啊买只买分几啊天，后来伊嘛决定讲要家己出门去找找秀兰。朋友，卡叔叔乱也是有转来，你也去叫伊等我呢。我差不多两个月后就会转来啊。好，我知我知。那呢，我走啊。好，进去哈，等下再哦。你唔通袂记哩哦。我知影啦。啊。你唔通袂记呢。好啦。卖我头，我知影。进去。哦。这两个戆人哦，上好是互相找，死人找，甲死人找哦。我一定得安心来开我一条钱啊！哇，我实在有够巧的。嗯，袂歹，你阿拢有方案呢。哎，就是你，我找着你啊。你啥？我唔捌你啊。哦。你敢不是顶个月、顶个月摕体育会我当店长？无无啦，迄毋是我，你认唔着人啊？哦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因为阮老爷真着急要找个人，愿意出一百块要找个人。一百块？你讲天哪，讲假？当然嘛是真的，你若找着人，才我当店长。哦，哎，多谢多谢，感谢你甲我讲这个消息。我若找着人哦，一定带伊去你遐领赏。哦，好，多谢多谢。天亮安怎想要到讲，伊真无简单，才将两个汽车甲护照尔尔，都需要人出一百块银，要来找邓玉培迄个秀兰。为了这一百块银，天亮到底过会点到什么款的手段呢？啊，真正是气死人啊！啊，这个老秀兰在的时阵哦，啊，想到这好人，啊，就我来找伊，一定要等伊到才来找伊。啊，国公，你有我一百块？我哪有那一百块？我日子加偌好过，我就唔免搁再去食人饭啊。我即摆哦，是要安怎来赚这一百块咧？收银车八十块，一支大天气，无准免算钱，来算秒来哦。红高要我。够人摆档啊，算命啊！嗯，你好啊，你这狗囡啊，迄天互你走去，我看你今晚要走一队。哎，你写上啥？我有几句话要甲你讲。什么话啊？你的面相今晚伫那边，小心你的富贵命无去啊！你现在要讲啥？你？这是啥？我榴莲包，那是啥？既然你无想要找老师傅啊，我就成全你的心愿。等你。啊
哎、欸，喂，朋友，跟清醒啦！嗯？阿 Q， 你哪里家？你哪问我这哈、啊？我是因为吼，世界在找你，我看到你倒伫遮，唔才会过来。哎、欸，唔对啊！我会记我拄则明明咧山顶，佮拄到一个有好侪神童，啊人咧？嗯，田勇啊，我才几工无看到你尔，啊你是发烧啊？吼，我哪会讲一挂我听无的话哈、啊？哎呀，唔管这只啦，紧啊，缀我走，你去对啦，去救人啦！哎，快跑行啊！哎，卡慢咧！哎哎哎，行啊！好好好，哎对，田勇啊，我拄则吼，伫溪仔边洗手的时阵吼，有看到伊在喊救命呢。伊阁讲吼，要找老老爷，啊老老爷是啥？我也唔知啊。我惊讲伊有派人掠走，我就按伊来遮。啊，即马是要安怎哈？阿 Q 啊，你阿个一具尸体来遮是要创啥啦？唔是啦，伊这唔是尸体，伊拄只有精神嘞，佫甲我讲伊要找老老爷。阿 Q 啊，啊你无救人，你是卡的精还是卡床的猫啦？拜托个啦，欸这查某万一是别人的某，啊人害伊偷客啊，给伊绑架，啊怎么就是个球？啊唔着承认讲，你就是伊的客兄，你哪戆啦？袂吧？哪有人这戆的啦？哦这不是我伫我的关心中看到我未来无？朋友，啊你是在讲啥哈？你有识在伊哦？无识在啦。啊，不过这真正歹解释。讲你也听无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好好好，两个，搞两个。哎，这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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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啊，哪个找的呢？哎，你干嘛聊嘞？是要创啥啦？原来就是恁两个帮手。啊！冤枉的代理啦，这个代志吼，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无。你要问我，就问伊啊。是你做的事。是。阿爸，伊两人是我黄金人，你莫对伊无礼啦。秀兰，你哪会伫遮啊？我四界找你，拢找无呢。哎，秀兰，你是咱这老爷？好，拜托，紧甲解释一下，讲这个代志哦，唔是阮两个做，阮两个是好人，无可能甲这个代志有关的。对啊，老爷，之前阮老母看病时阵，拢是因两个甲我斗相共，因两个哦，唔是歹人啦。我甲恁两个介绍啊，这位是阮兜小姐公家老爷，之前因为阮兜小姐去予歹人绑去，迄歹人佫甲阮老爷讲爱钱啊。好刚才阮恁两个甲阮家小姐救回来，即摆阮家老爷想要好好报答救阮小姐的温情人，请问恁两个是谁救阮家小姐回来？当然是我，老爷。迄阵啊，我伫溪仔边发现小姐去用白去，我伫当场出手甲解救啊。迄阵啊，伊叫我爱找一个老老爷，啊，我嘛不知影老老爷是啥物人，所以。我就先把小姐藏在一个安全的所在。你讲的敢真实？对啦。那是安尼吼，我应该好好答谢你，老老爷。我叫做丁天勇，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。迄阵啊，我看到这位小姐向人白去，我明明知影，但是爱解救伊，我可能会有性命危险。啊，不过我就是这种人，我真正无法度见死不救，所以我一点也都无丢毒。我出去了，解救领导小姐。哦，代志呢，真是是安尼。你算也是阮查某囝救命恩情，我应该好好啊报答你这条。来来啊，来坐坐。阿水啊，泡茶。是，老爷。秀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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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那是看到我有滴干杯啊？你不是刚要传你表兄呗？废话连句。秀兰。你为什么会讲这话？我拢听无呢。你莫搁听假啊！天耀拢在甲我讲，讲恁头壳恁阿姑，搁找恁表小妹，搁甲讲。秀兰，秀兰，我五岁时阵，爸母就过身啦。而且外母讲吼，因家家一个查某囝尔，我哪有阿姑啦？啊？吼、哦，这是天耀啊！你
结果没才会来欺骗我。好啊啦，秀鸾，你莫生气啦，莫我混天勇呢。我想伊安尼做吼，一定是因为已经送到市里袂起啊，唔才会骗你。袂得啦，即马已经搁见面啊。对啦，秀鸾，老老爷因到遮尔好呀着，你哪会当住伫遮哈？哦，迄是因为老爷是阮老母在世之前的朋友啦。啊，阮老母过身了后，老爷爷就感觉我一个人真可怜，唔再收留我，连忙叫出发到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这是啥？这个头插是我用我的工资买。我本来也准讲，可能真无机会，搁交予你啊。刚才天公伯也可怜我，搁安排我甲你做伙啊。我甲你插一头来听好不好？因为秀兰的养头，所以阿舅啊，全伫老家找了一份做长工的工课。阿天亮因为讲是外卖救命文静人，伊老家当作上宾款待，所以伫老家过了阴险的日子。但是天亮遐尼大心肝，哪有可能讲安尼先都满足啊呢？进前台湾新疆内底迄面镜所看到的人，都是外卖无唔对啊。天亮就想讲，哪会当带这个老家孤十八囝做某，都会当乌啊变红红啊？所以就开始拼性命甲追求啊。你当我看卖未？老小姐唔但人水，秀的花嘛水，伊的手实在是真巧。你讲出多谢你啦！你讲出，你来阮家嘛有一段时间啦，我拢也袂好嘛，甲你说多谢一下。你讲出多谢啦！老小姐唔免这么客气啦，我甲你嘛是有缘，而且有这个机会，通甲你打去。公主，你莫安尼啦。我是真正就欣赏老小姐。小姐，小姐，老爷有代志要找你啦。嗯，好，我随来。李公主，是你啦。老小姐。你钱拢已经摕啊，还搁借高明皮，袂走。我要走，唔知甲你啥物地带啊？你也知影哦，我即马是恁家老爷的人客，你是凭啥物要赶我走啊？唉，我知影，你一定是看我咧追求恁家的小姐，目可车吼。我甲你讲，一个人生做啥物款哦，爱去照镜照看卖，你要甲伊比哦，天差地哦。你我。天亮，大刚想尽办法，变老爷要追求岳妹，但是岳妹嘛开始个计算。不过生意讲得好，伊边卡徛久哩个。天亮大安尼生意看前看后，大刚好了个对待，什么代志都留意，大行都顾正伊嘞。咁尾啊，岳妹也总算叫感动着。小姐，王小姐，我知影，这是讲你伫个相骗感觉我一定爱来，对你表明我的感情。你莫安尼讲啊，我唔知要怎回答你。你唔知要怎回答我，我替你讲。其实你嘛有介意我，只是你歹势决定。小姐，你唔知影，其实咱的姻缘。早就已经注定好好啊！你哪会知啊？天公伯会安排我来救你，就是要促成咱一段姻缘。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敢讲你还无法度接受我？你是欺骗我是无？无啦，我哪有资格去欺骗你？来，三妹。天勇。你卖对我遐尼好啦！
我无对你好，是要对什么人好？天勇，卡叔，我变成一个善家人，而且阁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你感觉阁会介意我？你是咧有白讲啥啦？恁阿爸的财产哦，就准讲要食鬼死人拢食袂完，你唔用烦恼遮尔多。而且，不管你有钱还是无钱，我永远拢会介意。朋友。我感觉穿这束衫吼，甲你足适配呢。哦，你安尼看起来吼，像像火红的少爷吼，不管我们小姐会介意你。较注意吼，这束足贵的，无我去搞，你赔袂起。哎，对啦，阿强，我有一件代志吼，想要请你甲我斗三工啦。朋友，你讲啊，有啥物代志，我一定会答应。啊，就是进前是你先发现外面小姐的代志，你当替我讲话未？为什么要问我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朋友，你介意我们小姐，所以吼爱问我这件代志，未当把这件代志讲出去。朋友，你放心啦，咱两个这么好的兄弟，我绝对袂讲啦。我就知啊，你上讲义气啊。好，多谢。困一下，你是不要得。要唔过，佫有遮侪柴破了呢。哎呦，客啦，我叫你休困，你就休困啦。就逐工你个工钱拢共款多，做啊做啊遮尔辛苦啊。来啦，饮茶啦。阿舅，你哦，就是真个老实啦，唔少拢是去互田勇欺负。你妈咧讲田勇啦，伊无欺负我。你廖春讲我唔知影。其实叫阮到小姐的人是你，不是天勇对吧？你哪知啊？我讲错了。袂赴啊啦，其实我早就知影。阿舅，天勇安尼一直欺负你，你搁一直替伊讲话，伊根本就无甲当作朋友，你搁戆戆一直去互欺负，甚至你搁替伊讲白菜。秀兰，天勇吼是我上好的朋友呢，我知影有当时啊吼做代志有较过分啦。要唔过，伊真正无恶意呢。吼，我咧替你讲话呢，你搁徛伊一边，真正后伊给你气死。秀兰，你莫生气啦，老婆，我甲你回信嘞，信嘞啦。你免甲我回信嘞啦。既然哦，你甲天勇当作是你上好的朋友，你才替伊做是无？不要紧啦，我来替你做啦。查，我来替你破啦。哎，慢啦，秀兰。秀兰，我甲天勇已经做客家做十年啊。虽然讲伊毋是我的亲兄弟，也毋过伊就亲像我的亲人共款。除了你以外，伊真正是我上重要的人呢。伊只不过是我拜托一件小代志尔，我哪会当无甲斗相共啦？我生气的哦，就是你种死灰不灰的个性啊！总有一天，你已经叫天勇害死的，我要查你。秀兰，你莫安尼啦！秀兰，秀兰，老爷，你好呢？听着秀兰甲阿舅两人的讲话了后，老老爷好歹像已经心内有数啊！你敢会来拆破天勇的真面目呢？过几天了后，老家老爷都将天亮来叫来大厅，甲问伊的八字。老爷一个听到天亮的新事情话时阵，煞惊一个，想袂到讲竟然甲因查某囝官妹遐尔素皮啦。相爷先生甲我讲，阮官妹后过要嫁阿婿，伊的生时地位拄啊甲你一模一样嘛。嘿，这天下哪有这样拄啊好的代志？从迄时阵开始吼，我心肝就一直想讲，阮原来后过要嫁阿婿，
伊的生时八字，甲这个命格，一定爱受害查某人。阿Q 啊，听讲你的生时八字嘛甲天亮同款啊？是啊，老爷，你哪会知哈？哦，是安尼啦，是秀鸾甲我讲的啦。还是讲，你敢有想要做我的囝婿？无咯，老爷，天亮哦，这是救小姐的人呢。对了，自从原妹去往白草了后，我嘛有伫个神明的面头前咒诅，只要原妹会当平安倒转来，我就要将伊嫁予伊救命恩情啊。虽然讲这个生死离位拢同款，也毋过伊要嫁的人必须要是伊救命恩情啊。是讲天亮啊，我要提的囝婿是爱花椒。你敢袂？多谢老老爷。不是，我即马应该该叫阿爸。阿爸，这是囝婿你爸。来来来，进去进去。后盖哦，那拢是一家人。啊，多谢阿爸。对啦，阿舅。你要不要跟老爷讲，小姐是你做的啊？哦，因为天勇哦，伊足介意王妹呢，而且我有答应过伊，明年甲这件代志讲出去，我袂当无守信用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不过老家因这么好爷着，我叔讲哦，你若是去给因招，那呢，你以后就是变好爷人啊。刚刚你拢无安尼想？钱财是生活之物。而且，迄也毋是我的物件，我无想要爱。不再讲，伊也毋是我喜欢的人。哦，那呢，你喜欢的人是谁啊？讲啊！紧讲啦！秀鸾，秀鸾。唔好啦，小姐，什么代志啊？你进去大厅啦，大厅没人，无来讲你的婚事呢。啥？我怀孕啦。秀兰啊，除非讲你心本来有介意的对象，啊那无，我是无答应你拒绝这份亲事哦。有啊，我有介意啦。是啥？我知影，你介意的人就是阿 Q 啊，对不？阿 Q 啊，这件代志你会看法？你敢要让秀鸾对你一世人吃苦？这你嘛知影，我对待秀鸾就敢那亲生查某囝同款。我当然希望伊后半世人没有烦恼一下感情。今仔日伊若是会当过去放假。以后日子就变烦恼啊！也不过，假使讲伊今日拿来嫁你，伊我甲我弟阿舅吃苦，我嘛要叫别人。阿舅，咱来去啊！秀鸾，你不应该对我吃苦。你认为秀鸾在窃笑？你讲的嘛才实在。阿舅，你哪会这样当真啊？你连家己我的勇气都无。秀鸾。我若是一想到你嫁予我，会对我吃苦，我就足不忍心的。然后，你连一个查甫人起来都无，你家己家己走去啦，你还要怎样啊？秀兰，阿舅，你都要想较清楚的。你即摆若要入去，秀兰是愈放袂开。敢讲你要看秀兰，散食死人是？老爷，我去做工课了。
较少人冤家哦，是因为你对结巴。嗯，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是真实的哦。阿球，你也较拜托的，就通讲迄个查甫人哦，佫较安怎有钱有势啦？啊，既然小人介意，你就是用手的哦，莫甲手到手啦。我甲你讲，一世人无人会参着素媛这么王，想要嫁乎你啊。我就是因为吼，无想要互伊对我受苦，唔才安尼做。你欢喜着，替领导的代志，伊搞无自在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佫提醒你一届，你千万袂当甲外媒是你叫的代志，甲我讲讲出来，知影无？哦，原来阮小姐也不是你救的哦，啊！你怎个可恶，连个钱都要来啊？我要甲来啊，哥。哎，好啦，你唔免解释，我拢有听到啊，吼。哎，阿姐啊，啊，不是你啊，那不是有人要提醒你哦，这代志也免办啊，你真正是过来客气而已。朋友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想吼，只要我坚持我的讲法，老爷同款哦会跟你做竞赛啊。莫假啊啦，你莫叫是讲我唔知你咧想啥，你甲我逼到了。你就会当做好样，今仔对我，咱兄弟啊，要做到这个位置啦。从今以后，你是我，我是我，咱两个参无到水无流。啊！太阳，太阳，我跟你讲，我若是等老狗，我都徛起，拢是你害的。这条蛇，我会带你偷偷转来。阿爸，你听我解释。阿爸，林哥，我无迄个福气，才好去救阿爸。你这个可恶的变形啊，含我都咧骗到戆戆啊死！我甲你讲，你若果唔走，我就叫官府来抓你。爱搞爱去，后盖唔准你惊卡狗。阿爸，卖啰嗦啦，紧走啦。妈，你听我解释，哎。这个阿克，心肝这皮皮，搁安看了才好。廖医生，老是故意在甲我斗相共，唔知下煞一直在折叫。娘子，我袂当回心，到原本应该消灭我的物件，我一定在等外面出。我唔相信外面无愿意带我走。阿克先啊，阿克先啊！杰森啊，来，把下来换衫。是。哎，小邓，这到底是哪哈？天亮，伊决定要伫老家外口等候外卖出来，然后再去想办法给伊感动呢。就伫天亮五万外卖出现的时阵，阿 Q 命运万发生了洪亮想未到的改变。嗯，哈哈哈哈。人咧讲确实无。三分人爱七分真，想袂到你安尼清清的打扮扮的，含我煞用要袂认的。雄雄一个看，唔知是倒一户的大公主的。老爷，你一定是倒位母唔对啊！天勇才是救小姐的人啊！这件代志，我已经有搁再详细问过官脉啊、甲秀吧。而且你甲天勇所讲的话，阿水也嘛有亲耳听到。我绝对袂去舞唔对。阿桥啊，我知影你做人真老实，绝对袂讲白话。我真欣赏你。我原来会将外卖要寄予天亮，你嘛知影这个理由啊。阿桥安怎想袂到讲老家老爷竟然选伊来跟外卖配成双呢？之前阿桥的命运到底会有什么方面想袂到改变呢？想讲，要招你出来做囝婿，你应该袂甲我拒绝了。谁啦？你唔答应？老爷，小姐甲天勇两个人明明就互相喜爱，为什么要拆散因两个？难道爱我娶小姐做某呢？你唔讲遐，咱唔知影好歹。我会加杀遐难事。
而且我的查囡外卖又搁洗到遐难洗，伊也无开脚判死，也无气嘴乱伊，你也唔答应是？老爷，我是一个乞丐出身的人，甲小姐无素配，若是爱我老爹老家，就要娶小姐做某，那呢，我甘愿等家落做乞丐，我只做三行哩。阿 Q 啊，天长地久你唔明，地甲无问你偏偏来要去。我阁问你，你到底要甲外卖做人啊无？不卖啦，就是我是，我唔要吵小姐，我爱啦，只有秀兰。好，阿水啊，头壳甲做起，要做就做啦。规定好，我今要吵秀兰做某啦。你是在笑啥？你总算讲出这句话啊！你敢知影我为着要你讲出这句话，我是费偌济心思，动偌济头壳的啊，有够忝的。是讲查某囝，啊，拄只迄句话，你嘛听啊足清楚啊、哦！阿爸安尼脚接听，感觉足酸的。应该来给我堆堆的哦。哈哈哈！嗯，秀兰，啊，这是阿 Q 少爷，秀兰小姐，这是我们家老家亲戚，我只是个查某囝人尔。哈哈，是啦，我是要证明讲你是不是真正是爱秀兰，所以才从甲搬这出去呀。哪会知影讲半路煞出一个天价金？是讲安尼也好啦，人家会当我了解你做人，阮秀兰的眼光确实无唔对。阿 Q 啊，我即摆阁慎重问你一句话，你是唔是要做阮老家的囝婿，甲秀兰做阿公婆？是秀兰，我当然愿意，我非常愿意。王妹，天勇，你要创啥啦？王妹，虽然静静是发现你是阿强，我已经对天尽忠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心的。天勇，你会跟我讲这个甜言蜜语，是因为你认为我是老家的千金，对不？王妹，你是安怎一直讲自己不是千金小姐？今仔日。不管你有钱还是无钱，我对你的感情永远都袂改变。你还相信我？真是啊！我已经尽心尽力。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了。坦白甲你讲，其实秀兰小姐才是真正老家千金。姐，阮小姐为着要试验阿 Q 对是毋是真心呢？才会叫大家袂搬一出戏。即马因两个人正式会当做伙啊，咱两个人马意外结到一对啊。你安尼，秀兰本来应该是我的无这条，唔是阿 Q 的啊！我的路人连无顶关，明明乱在写呀！没问题，我袂当就因两个阿 Q。我袂可顶来，甲我的原心，我袂提顶来原本属于我的意思。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原来对我不是真心的，你哪来骗我？为了要得到老家财产，天勇又搁再去关录音了，想讲要搁一摆来改变家己的命运。也不过一摆一落去，伊无看到进前迄个仙童，怎样一个叫金名，无咧管台其他的代志啊，都凭家己记忆去选家己原生种入去。也不过一摆并无仙童替天茶、天蜜甲天水，天生急性的怎样，都爱家己偷偷装进阿 Q 的原生种内底，将阿 Q 的蜜甲水拢摕去倒贴家己阿妈底咧，而且佫倒甲甜甜甜。伊明知讲这两项物件关联着人一生的运势祸福。但是代志到这来啊，伊也无你顾什么兄弟情啊呢？
一点也都无留阿 Q 啊。都好了，伊就大摇大摆走去头前听，暗算要来解一个流泥坡咧。我秀兰全变做伊家己的记号。你想袂到，天过差米了，阮某的名字总改倒转来，安尼真好。平姐，这届哦，我一定爱较谨慎，我入去看迄物件，爱看到秀兰的面，我才会放心。赵天勇，你应该倒转来啊！为什么这个人就是讲袂听，总是要做一寡有乌鸦鸦的代志？唉，真害！我现在想办法，和阿 Q 哥带你游楼去。阿哥为咱要成亲证时，我想要搁要摆一个，好啊。只要你介意吼，隔两天啊，咱过来办。哎呦，我就可怜的哦，我三天无吃饭，巴肚骨疼啊！哎呦，你来变成你啊，阿 Q。阿 Q， 咱别坐在那走啊。哎呦，我这边是你啊。对啊，是别人啊，而且现在已经破病啊，咱哪会当无爱睬伊啦？阿 Q， 你大家拢去骗林东西，你给我骗唔掉。阿 Q， 卖为着我甲秀兰冤家，爸囝啊，我看我还是来走好啊。天佑，你卖走啊！天佑，不管怎讲，你即卖是破病的人，而且嘛无所在逃好去，我哪会当无去睬你啦？我真正叫你去死。秀兰。秀兰，阿 Q 收留了田勇，我秀兰感觉真生气的。也不过这摆田勇好像从改邪归正同款呢，相识较好啊，淡薄了后，唔讲乖乖做事，而且比别人更加认真呢。这毛秀兰实在找无真好一个借口，通我将伊赶出老家。但是秀兰原来怀疑讲田勇是居心不良。啊，秀兰小姐，你是要碰到阿 Q 的是无？我来碰啦。唔免啦。你莫两声讲，你的秘声我唔知影。就算我阿 Q 会相信你，我老秀兰嘛无可能会相信你。我可肯，你较早离开阮老家，阮才无欢迎你。这是欺人太甚！我唔相信，我顶天用这些人无得平息。想做，你遐尼玩人命啊！王妹，我甲阿 Q 比起来，我是倒一项比袂赢伊。想做，我着要生气啦！你耍哪银行？你嘞，是公伯啊，就安尼安排。想做，你干嘛遐尼固执？你明明知影我袂介意你，想做过来这么关心我。阿哥，你真正希望我爱你？你。我犯规啊！王妹，既然伊介意我，你就要甲我斗相共。天佑，天佑为了要将家己所失去一切夺倒转来，伊到底安怎利用我妹来达到目的呢？对啦，我今仔讲阿爸哦，要去阿哥遐过暝，高爷有淡薄仔去寒着，你会记哦，爱照时间全约给伊啉，知无？是，我知影。嗯。表面上原本伊是听从秀兰的交代，但是心肝内是有八种无共款的想法。也叫天勇利用情形之下，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来陷害阿 Q 啊呢？你要
交工，就伫随便变作老家高雅之前，却因为家己无小心得着风寒，才有天命有下手的机会。叫我们安尼死一陷害，到底阿 Q 会造成什么灾难呢？阿巧，起来啦！吼，老娘日头晒脚，衫还阁歹起来，起来啦！王妹，王妹，你来坐下。小姐，张狗爷一定要我陪，我嘛无愿意啊！小姐，你要带我坐住啊，小姐。阿巧，你怎么起来？你来。你来坐下。你来坐下。是发生什么事啊？你坐下啦。是啦。小哥。是啦。是啦。是啦。老秀鸾，我看你哦，起码还会介意阿 Q 的。看你故意搁闹事，我嘛甲你听会心哦。你是我最失望的。你甲我走，走路远路，卖给我看到你。啊，若无吼，我靠骨甲你腰断。你嘛同款，拢甲我走。啊，搁有我。秀兰，我真正无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你还相信我？拢已经被掠干在床了，你是不讲辩解啥？无路用啦，你已经无信用啦，走！你卖叫是你这么假鬼，我就会给你留落来，你别笑笑啦。阿爸，多谢这几个月，你收留我的恩情。我话讲完了，我就会走。虽然讲你唔肯相信我，也唔过我嘛是要讲，我甲王梅真正是亲伯的。秀兰，我走了。你还保着你家己，我受了以后，没个见面。受到风寒也袂好咧，我受人家误会，受到这个伤敌的打击，尾仔自在袂调，转来昏倒在地。两人的感情，感情也到这了，紧紧连连咧。阿 Q，
秀兰啊，你都已经要来赶出去啊！你搁咧管你生死要创啥啦？阿爸，即摆咪先讲遮个啦，你紧来，紧找大夫替阿强看病，紧的啦，阿爸。姐，姐啥哩？是，导演。啊！我唔记得，我明明就去到个万兴宫解过瘟啊！啊，是安怎？佫这样衰？啊，还佫走一撮。天亮唔甘愿又过一关录音啊！即摆天亮就是阿 Q 的万兴宫，就讲要将阿 Q 的本名顶个从我花，阿 Q 啊全意外身亡。这款卑劣的手段到底为阿 Q 啊带来什么灾难呢？是啊。你竟然敢妨碍我！我怎啊？就把你本名顶问的话，看你安怎？阿 Q 本名嘛叫做张天勇，所以进前咧费尽心机壮大家己，想要告诉电脑将富贵命来送给阿 Q 啊！恐怕伊以后都在阿哩空空空啊！九爷，你一定要救天佑，拜托九爷！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尽我上大的力量，把天佑斗三工，让伊恢复正常。无论阿 Q 甲外妈用尽什么款的方法，还是无法度让天佑恢复心智，为着要让天佑会当精神过来。阿 Q 都决定要进入万神宫，将天亮的魂魄给抓回来。是天亮的声。阿 Q， 阿你哪来这？已经叫我回去了。阿 Q， 我看阿 Q 连你都已经来啊。过去哦，里面你万兴宫哦，做一个调整，安尼你唔才会好起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叫天亮安尼死一个陷害，啊叫天爷万兴宫内底发生什么代志呢？是啊，你看多谢。多谢，多谢，你看到啦，多谢。公妹。你看高阳，伊那变安尼啦！阿 Q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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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是阿 Q？ 我是秀兰，你看麦阿 Q， 阿 Q， 我问你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奈变安尼？拢是我唔好啦，本来是我皇冠的地府，阿 Q 来救我，结果就换去皇冠。我实在是真对不起。看笑话，贵家也相信你讲的话啦。一定是你当先要下手，去害害阿 Q， 阿 Q 就变个安尼。你又害又害我，你是怎样讲我？你是怎样讲我？你又害我！安尼啦，咱去想办法救高阳啦，你莫生气啦，小姐，小姐。Yeah.
阿舅，你哪会变到这样啊？你叫我一个人是要安怎？秀兰，你别再哭。阿舅，阿舅，阿舅。秀兰，你别哭。天亮一个安排，阿 Q 的分配全留在原神宫内底。苏迪用世间阿 Q 变作亲像敢若有体无魂的，因此甲秀兰的婚礼也只有成安下。阿 Q， 你今精神好无？我看你安尼，就是刚刚有感冒。阿 Q， 秀兰。看伊即马变甲安尼戆戆呆呆，阿爸决定要将这场婚事取消。阿爸，就算讲阿 Q 是一个客观惯性的人，我嘛一定要嫁伊。你莫再讲啊，我袂改变我的想法。拜拜啊！小姐，大家拢在哭，你敢有心情直接讲这种话？朋友，你哪会是看歹心的人？你害我对你做失望，你知无？偏偏你就是介意我这种歹人，佮一直想要嫁我，敢毋是？你，王子，我听你就袂赴啊，哪会去伤害你？不过。我爱你跟我斗相共一件代志，你免想啊。好啊，几个月后，你巴肚内的囡仔若是无人要恁，到时阵啊，下死下剩的人是你，卖怪我无甲你提醒。你真正不是人诶！过两个月，你的巴肚就安坎袂掉啊。到时阵，老爷若是把你赶出去，敢讲你爱拍一根巴刀，去其他路做乞食婆。过两个月，你的巴刀就安扛袂了啊！老爷若是把你赶出去，敢讲你爱拍一根巴刀，去其他路做乞食婆。小姐，是你啦，是你啦，王妹，奇怪，王妹，哪会甲我讲是你啊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去予田亮安尼威胁兼搜索了后，王妹就答应讲要帮助伊做伙来陷害秀鸾。一天，趁老爷无伫厝的时阵，我妈伊就和秀兰食麦油牛啊，然后昏倒在面床顶，随后再将田亮带入伊的房间内底。
卡斯兰，我即马就是没看到你真心了的表情。注定你只是啊，就是嫁给我，我看你是要走到倒位去。苏兰，苏兰，苏兰。放心，我袂让你巴肚内的囡仔无老爸。到时阵，秀兰嫁给我，伊做大的，你就做小，我绝对会答应。讲秀兰已经甲田亮两人扯米煮食饭啊，所以也只好答应给两个人成亲了。就算讲秀兰，逐天安尼目屎流目屎滴，一点啊都无愿意叫田亮，嘛无爱搁再给伊踏入去伊的房间一卡步。但是田亮感觉讲，家己已经变作老家的囝婿，相信无偌久了后，秀兰就会对伊屈服啊。完全都无咧要紧，讲秀兰现出些心肝来感受。只要单台掌握到老家所有财产了后，想要再找个亲像秀兰这款的查某囡仔，那实在太简单了。此时此刻的田勇，感觉讲家己已经改变命运了，得到最后的胜利啊！到这来，已经无半个人无依无赖了。哎呦，阿 Q。嗯。我。加班，加班。小蛋姐，我跟你讲哦，这饭若是搅涂骹的土，一定也就好食。搅涂，好食。来，哦。搅。姜，安尼就对啊！哎，哈哈哈！哎，公公，哎哦，阿东，好，是龟龟哦，好，好食哦，来，再食一嘴，来，龟龟，阿东，阿舅啊，虽然你甲我是同名同姓，又果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啊！不过我这个丁天勇，甲你就是无同。我不但比你巧，嘛比你较缘投。你倒一项拢比袂赢我。这世人啊，我注定是好命底啦。你凭什么比我较稳？这世人，后世人也免相信。哎，来，加班，加班，好，吃。啊。你敢知影？自我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就非常的讨厌，因为你比我较戆。啊，不过大家本来物件拢比我较侪。你愈是好食，我愈是刁工买个物件吃好玩。我给你钱，结果你拢袂生气，大家拢爱笑笑。你敢知影？我偌讨厌你种虚假笑，你这假老实人！来，继续吃啊！
吃，你吃去吃，紧吃。马祖娘，马祖娘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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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娘，娘还是差好些。嗯。面对这么大的打击，阿舅这款期待无忧，敢有可能出现什么款奇迹呢？尽量甲你无满意吼，莫客气啦哈。叔啊，歹势哈，予你等遮久，因为哦，我今仔实在是足欢喜的，所以哦。我给恁跪，你卖生气。注定爱做外母，但你困了好无？朋友，那是你，是我呢。是我，今麦到底是安怎？是安怎心情？不是你？安怎？到只有你会当骗人，别人就袂当骗你啊。自从你跟外面串通好要来设计我的时阵，我就已经知影。今嘛电动娃娃来设计你，因为外面有心地囝，也叫秀兰知影，所以外面都跟秀兰口讲天亮迄个干柴阴庙。因此，迄一天秀兰根本都无将白粉料啊啉落去，等到是天亮啉了外面白粉料啊了后，魂死死去。做完的事，秀兰都将计就计，和天亮就是讲家己计谋成功了。而且利用这摆机会，花巧更加看清楚伊这个兄弟的真面目。天亮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好啊，既然你已知影一切，我无话通讲。要安怎？随在。天亮，代志到这来啊。你讲唔知影悔改信，阿舅，你，原来你早就真心啊，无唔对，那因为安尼，我才会当听到你的真心话。想袂到，我一直把伊当作是我上亲的兄弟，你煞把咱兄弟情，等咧涂骹打。我实在是看不到你啊！你骗我！你大家今日联合起来骗我！你这下有咩事？秋瓜，是这个世界上无人对无？我今日让你骗去！对，我本来就是去这边，我应该孝顺我的病好爷啦，我应该等伊走路做一世人的去这。不过，你就无讲咧，阿强，你即摆哦是老家的高爷，好爷人咧，恭喜哦！天啊！
这群是你强话，我想袂到你用这种想法来看待咱兄弟情，你不应该安尼对待秀兰。就算讲你想要了解财产，你嘛不应该安尼做啊！我只是想要变好呀，我不爱做，今朝我不爱又看袂起。你就不要跟我滚！你好，我不爱做，我了想叫你再做。不可能，什么我唔敢了想做，我了什么用？我恨你！太牛，阿哥，我做对代志。我袂晓诶，只是你讲不要这么实在在乎讲话啊！但是到这来，你讲不起是你的物件了，我认输。唔够，我不是对你认输，就是讲不要认输。志凯，你啊，我走。西神佫高进的田勇，敢真正向命运认输点头呢？田勇，这包给你吃。田勇，我的包里底有放金仔夹，应该会当让你好好生活几落年。希望你会当改过自新。这包哪遐重？是包足多吧？什么我在客吃呢？我才不相信。今仔日我买来试看卖做大个是啥物滋味。哎呦，各位兄弟哦，这有真多包哦，巴肚要紧来提哦，有人有份哦，来哦。有人包，有人巴肚要哦，来哦。想袂到试食的感觉，我真正袂歹。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敢怪我？你不怕做去吃饭吗？高爷，我给你包啊，你哪会做去吃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啊，高爷在包里面放一个金仔要给你。啊，你的包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在做啥？我来笑，我真正是去吃，我都吃，把遐包拢分给人。红梅，你注定爱做去吃饭。我唔惊，只要会当甲你做伙，做去吃饭，我嘛愿意。我真正是都被过完心中的这个人。既然你爱对我，你就加加在加陪，加到底到底。好的。各位老爷甲夫人，请恁听阮讲分明，阮是可怜的歹命仔，出世父母着双亡，人情确实无如纸，亲情只顾分财产，无人插阮歹命仔，孤岁流浪走天涯，靠大家善心来安排，一生当知救命阮，三世福报享不尽，我祝你长命吃百里，子孙事业拢顺利，年年拢会大赚钱啊，大赚钱！俗语讲：“为人不必苦贪财，财物输在命里界。变得财来财难搞，心机用尽变成灾。自在幽冥过来闻，利用关头一点分。识破初中原有数，自然一窍单图文。”查甫人想怎的标题呢？某大姐解救大董妈，做害大妖，大妖用救助秘诀来报恩。出将囡仔送红菜巴肚底，红菜饼四羹生出大卵，无代志起个将大卵啊放水流，搁头地变向来趁钱，想袂到囡仔死伫巴肚底，无代志几世人求助，最后竟然招来囡仔冤魂。下礼拜工作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四说台湾大肚妈求助奇谈》。